始。今天呢，出生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哈、哦，才是真正的哈、哦，所谓的属龙啦。好、哦，今年呢是所谓的，今年是甲辰年，甲乙属木。啊、哦，那木的代表色是青色，所以呢，今年是叫做青龙年。啊、哦，青龙年。好，那我们大家呢稍待片刻。那桌上不是有茶，你们都没有喝茶。阿弥陀佛，可以。